水、植物油、洗涤剂、浇头滴管、试管架、烧杯和浇塞儿。取两只试管，分别加入水。再分别滴入植物油，每一支试管都滴入几滴。大家看，分层了。现在我们在一支试管中加入洗涤剂。另外一只试管没有加，塞好橡皮塞。这个时候分层了，我们震荡一下看。没加洗涤剂的也震荡，加洗涤剂的不分层。不加洗涤剂的分层，现在我们把两种液体都倒掉，加水洗涤，倒掉废液。再洗涤一次，再倒掉废液，看，加洗涤液的试管很干净，不加的有油污。